冇死到噶，佢即係等於話你間屋夠啦，咁啊搬個間嚟。即係話佢個人其實本身咧嚟呢個地方咧係一個旅遊過客嚟嘅，我身體都係過客嚟，借呢個區學用一陣嘅。你表面睇嗰個係假象嚟嘅，因為我哋人用個肉眼睇世界咧，就你就睇到嗰個有相嘅世界。其實嗰個係一個幻象嚟嘅嘛。我夠鐘咯，嗰副嘢唔啱玩啦，咪走咯。而家你揾個視頻睇到噶，喺個 YouTube 度睇到人死咧，離開咗有個影走。第二個問題，政府咧而家咧為九歲嘅細路仔咧都話要打子宮頸癌疫苗喎。請問你可以唔打噶？你可以唔打噶？你可以唔打噶？但我哋知道咧有副作用，對唔住，喺日本都出咗事嘅。我嚟嗌一嗌台先啊，四號台同埋十二號台，三號同埋十一號。咁另外一個問題啦，做父母嘅咧，成日經常都擔心咧，兒女咧，又擔心呢啲，又擔心嗰啲。有咩心理方法我哋可以幫到，唔使成日都咁擔心呢？你得閒上網 search 啊，德國嗰啲教育咯，對嗰啲兒童教育我哋睇多啲，即係話德國點樣教兒童嘅，點樣教細路仔嘅，你攞啲方法學習下都啱，有用嘅。即係起碼你睇到人哋個咁先進國家。是怎樣教小孩，你有那個常識，那你就知道怎樣教咯。第二個問題，當碰上了關於金錢和愛情而產生了很多鬱結啊、心結的話，我們應該怎麼做呢？你當由出世現在什麼都沒有帶來的，將發生了的事情是過去式的了，那你就不要讓你留下個陰影。如果你說你欠人周身債，那就幫你不到了，那就自己申請病及時，沒有壓力。愛情呢就是沒有存在的，是你想出來的，這些愛情你一不想就沒有了，是很虛妄的，那些不科學的東西，是很感性的東西。還有有愛情出現你身邊就不恭喜的，多數帶來死亡才叫有愛情。沒人死的那段愛情就不是愛情，你這些遊戲玩不過，隨便一個死的就有愛情。現在講愛情的故事，在世界歷史上那些故事只不過是人性的宇宙的一種慾望，即是那個生命的支流要延續下去，那麼雌雄就要相配，世間有人就有男女，男女就要結合，宇宙又有陰陽，是個大自然法則來的。但是人就不成熟的心理行為呢，就去依戀了搞這類東西呢，那麼延伸了很多錯誤的問題出現。如果你冷靜一點看個世界呢，你就會看得明白。第二個問題，好，我們嗌一嗌台，20號、31號、30和29。咁另外一個問題啦，經常咧成日瞓覺都發噩夢嘅，瞓又瞓得唔好，咁啊應該點做咧？練功啦，你走嚟問啊，問阿方太攞個個平嘅功拍嘅功翻去練。如果更加唔好咧，你係揀個玉牌，揾啲乾淨水浸下佢啊，咁啊自己戴住啊，因為嗰啲翡翠石咧有嗰個強啲嘅 energy。正面啲嘅 energy，
最好都是練功啊，誒擺張牀度練拍功，拍拍都係瞓著噶。第二個問題，城市發展同埋環保，我哋應該點樣平衡同埋取捨咧？呢啲好大題目嘅。現在咧好多世間啲左膠咧就搞到咧就又保育啊，又話啲蝦仔又干擾咗啲蝦仔嘅生存環境啊，有多少過猶不及啦、啊？要講一個城市嘅條件嘅講環保，但係大原則嘅空氣啊同埋水唔污染為原則啦、啊。而家你睇香港保育，咁我哋好簡單啊！香港人講香港事，中環街市咁，你覺得佢係咪講保育係啱咧？中央街市啊，中環嗰個 building 又冇美感，又冇咩歷史價值，得嗰幾廿年就霸咗個咁黃金嘅地方，係嘛？咁啊，呢班友咧浪費資源。咁啊好啦，嗰、那個中央警署咧就冧埋添，就特登搞冧嘅，保冧嚟嗰啲保嚟都冇用啦，冇歷史價值。正式做嘅咧佢冇做啊，嗰時城寨咧最有歷史價值嘅，嗰度要保留一部分嘅。九龍城寨啊，嗰、那個景觀啊最有歷史價值，但佢又冇做啊。第一個問題。特首應該具備乜嘢條件先至可以升任咧？最好唔識唔識做嘢啊！唔做嘢咁啊！咁好，咁我都走去做下咯。唔識做嘢就最好。係啊，俾翻曬啲政務司做啊嘛。如果你個特首做埋嘢咧，咁個政務司就死噶啦。即係變咗兩嗰、那個公務員架構，究竟我聽政務司講啊？因為聽呢個特首講咧，所以行埋去搞錯，所以我哋話呢個董建華咧最撲街就咁解啊嘛。就明朝都係噶，有名無善政，自廢宰相始啊嘛。明朝亡國咧就係佢廢咗個宰相啊嘛，皇帝自己親力親為做埋啊嘛，咁咪撲街。董事長不做事的，你看香港Bank的大老闆連董事都不做的，所以匯豐銀行沒有老闆的，全部都是打工請回來的。你用制度來管理個社會的嘛，現在他現在你香港回歸後就變成人治的嘛。那你第一個特首請了個這個這樣老懵懂勤力加上蠢的，那你香港就沒有運行了。特首是不做事的，只是做公關啊、接見啊、人啊、吹啊、水啊，好像肥胖咁樣食蛋撻啊，咁邊度使做嘢啫？一個個食蛋撻飲涼茶得啦。你越做啊越錯，越做啊越衰噶啦。第二個問題。對於生活在香港的中產人士，Doctor 你有冇啲乜嘢好嘅建議，等佢個生活可以更加豐足一啲咧？我中產已經好豐足喎，咁你想點啊？精神生活度上高咧，精神生活啊！香港咁多娛樂，咁多嘢玩，你咪自己上網 search 啦。你好忙嘅，學畫畫啦，學寫字啦，學花道啦，學茶道啦，學唱歌啦，都幾多嘢玩啊！如果中產就食飽無憂米。我知道，大把時間唔夠用嘅啫。咁有咩有效嘅減壓方法咧？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嘅，因為個個翻工啊，都好家庭都好大壓力。唔好隨波逐流咯。如果你跟住個潮流啊，有新手機喎，你唔買咁啊，覺得冇面啦，咁你咪有壓力啦。自己買唔起又唔開心啊。即係唔好喺嗰個物質世界咧隨波逐流，盡量將嗰個生活咧簡單化啲。最重要咧就冇債務嘅。有一個人咧冇債務最緊要嘅，我哋絕對唔中意啲人有債務。你有債務咧，自己又有壓力，
又你會吃虧咗俾嗰啲負利息唔抵啊嘛！要學習嗰啲簡化嘅生活。最近日本咧有一套劇集好好睇嘅，《我的家裏空無一物》，又好笑嗰度，嗰、那個劇情係拍得非常好。大家不妨睇下呢個劇集，《我家裏空無一物》。日本劇集嚟嘅，第二個問題，咁阿德霞，有今日咧，我哋嘅就係放生祝福大會啊，咁就有朋友想問，想請阿德霞你解釋一下放生嘅意義在何，在何咧？我哋一開頭講咗咧，就我哋人咧就多數都傷害生命嘅。就好少自己咧可以親手放到生命，咁但係有啲人咧就吹毛求疵啦。點吹毛求疵法？就話喂，咁你放開生，咁你又食魚喎、哦？或者放咗啲魚咧，又俾人捉咗佢喎？咁呢個係嗰啲魚嘅命運咧，就唔關你事嘅。在個因果度一鋪還一鋪，總之你救了生命，那個因果咧就有喺嗰度。條魚放咗佢，轉頭俾人捉咗咧，就佢嘅第二盤命運啦，就唔關你事嘅。不過如果你話喂，你計到咁遠咧，你就連嗰啲人病咧都唔好醫佢嘅喎，人一定會死噶嘛。你開啲醫院做起啲醫院做咩咧？醫又係死喎，唔醫都要死喎，千億身家都要死。所以你做事你就做你的行為做了你就算了，你那個智慧的思維不是浪費在這種沒有結果的問題那裡，因為你每一天身邊很多問題要解決，在這個社會最重要的就是金錢是你的上帝，大家不要忘記，無論你讀多少書，你的學歷一離開學校，你的學歷是你是過去識的，一走入社會是講你的能力，不是講你的學歷，力就是力，就是能力，有沒有能力去學習，就不是講你有多少學歷，你的學歷已經過去識了，你博士好教授好是沒有意思的，當你面對個世界嗰時咧，就講你有冇再能力學到新嘅嘢。跟住咧，你有冇機會撞到有閲歷嘅人教你嘢？即係閲歷咧，即係人哋嘅經驗啊。喂，豬肉佬叻過你啦！一買買四兩，佢一刀切落就四兩嘅，好準嘅。唔信你埋張豬肉拖去切嚿豬肉，有一次你切睇。準不準的四兩，豬佬叻過你啊！咁你嗰大學嗰個文憑咧，只係話俾人聽，你喺啲科度咧係去到呢一度啫，唔係識曬。喺醫學院出嚟嘅醫生掛牌，到傷風菌係點樣嘅都未識搞得掂，禽流感都未搞得掂，靚仔，你咩博士教授冇用㗎，你喺嗰個學問度咧，你去到嗰度啫，唔係識曬。但如果在世間做事呢，你要有能力，就不是有學歷，那個學歷呢就是吹水的，他只是嚇一些不吃東西的人而已，講講大堆東西就不行的，等於你那些人表演功夫打不派一計在街頭戰呢就輸了，不打得的，講得的而已。第二個問題，咁啊，頭先我哋就喺度拉紅繩啊，咁有網友就話啦，睇見身邊嘅即係拉紅繩，到底有啲乜嘢意義，係一個乜嘢性質嘅儀式嚟嘅咧？同埋有啲參加者咧都會好努力咁想攞長啲嘅紅繩翻去，會唔會因為起咗個貪念，影響到紅繩嘅作用同埋意義咧？哇！整條繩你諗咁多嘢，咁你好唔開心喎、啊。即是我們的意思就是很難在這個世界集中一班人，
大家掂住條繩咧，有呢個心意咧，去幫啲生命祝福嘅，同埋咧係將自己嘅心靈咧，係為救個生命咧做一件好事嘅。特別最重要咧喺個海上，因為喺嗰個宇宙嘅層次咧，就話喺陸地上咧，陸地咧係最污穢嘅，係最唔乾淨嘅。但喺海上咧，海洋咧係最乾淨，污染唔到個大海嘅。所以海上我哋進行呢個心靈科學嘅學問咧，就係你嘅意境咧，行出街咧，嗰個震波咧係比較強，同埋咧係清靜嘅，有呢個功能喺度。我哋好多人每一日起身都諗埋好多衰嘢噶嘛，冇時間清靜噶嘛，難得有機會。在個海洋上面清靜的大海上面沒那麼多負面的干擾，又有一個這麼短的時間呢是為生命祝福的，即不容易的，同埋大家那時的車模是一樣的，那個力是很大的。第一個問題，如果要出家的話應該去哪個國家或者是地方去出家？不關我事啊，出家好難的，第一要父母同意的，唔係諗下就冇所謂啦。咁呢啲啊廢噏嚟嘅，呢啲人係問啲佢做唔到嘅嘢啊嘛。繁華社會好難出到家嘅，今時今日，特別香港人。如果佢真係好想出家咧，咁應該去邊度出家？世界冇如果嘅。到你真係想出街時，就有人話俾你聽邊度噶啦。自然就會有人指引你。嗱，即係搞法輪功幾好啊！我哋碼頭嚟到都有啊，有法輪功，唔使出家啦，係咯。嗱，咁阿東啊，點樣有網友就問啦？點樣從五揾到了煩惱？點樣了解無明我？報名讀時空識班咯。哦。哎，交學費啊！想點樣可得通可得化嘅話，又係要俾學費，又係要俾學費先寫，然後得啊！係啊，要交學費。嗱，咁啊，東華，而家啲資訊好發達啦，點樣辨識啲知識係咪正確咧？其實早個禮拜都講過㗎啦，咁樣有網友希望再講清楚一啲。第一，如果世間就已經不違反法律啦，最基本的，你做一個行為，你的知識有沒有違反法律呢？跟住再高一個層次，就有沒有違反個道德規範呢？咁啊，自己有啲學問咧，可以上網咧 search 下 search 到，同埋你嗰啲知識唔知你講邊樣嘛？咁多知識，係啊，好多種噶嘛。係啊。你一醒咗，接觸無數，無數咁多嘢問題。更加啲知識，你係揾專家嚟問噶嘛？專家又未必係一定正確嘅喎。佢係嗰一門裏頭。因為嗰個係好特別喺涉及嗰啲法律啊、稅務啊，佢俾一個錯誤嘅引導你喎，佢又唔係想害你喎，佢唔夠班嘛。所以嗰時我哋講咧話，人類咧揾正確知識係最難嘅。咁而家你問個最難嘅問題咧，就答你唔到嘅，明白未？明白。答你唔到嘅，咁你自己慢慢去揾啊。第一個問題。要邊科就揾邊科啦。係啊。嗱，咁啊，當下咁啊，除咗知識之外咧，亦都有朋友就問啦，點樣分辨一個人係咪智者？係愚者定係智者咧？點分辨佢一個人咧？又係咪一個有前途定冇前途嘅人咧？那個比較深奧的，那個屬於有前身相，有今生相，是很專業的學問的。我告訴你，你做不到的。既然告訴你做不到，就不應該答你問題，你沒有條件學這些東西。第二個問題，亦有朋友就問了，家族中的兄弟咧就成只追債鬼咁樣嘅喺個家族裏頭，成日要佢幫佢還錢，點樣送走呢啲瘟神，等佢自己冇咁勞氣咧？
你有控制權，可以唔同佢還噶嘛。咁你又要生又要死，咁點算？你唔行使你有控制權，咁啊冇人幫到你噶喎。你自愿做 credit card 咁冇辦法。係啊，冇人幫到你喎，係你控制到嘅。咁啊，亦都同埋另外牽涉出一啲問題啦。點解啲父母總係會咁偏心呢？咁你樣衰啊嘛！你又知又唔識擦鞋啊嘛，咁咪係咯。咁要自己檢點咯。啊，一言九鼎啊，咁咪效果就係咁噶啦。順其自然同幸福自己爭取呢兩樣嘢有冇兩者之間有冇衝突嘅咧？可唔可以做順其自然啊？或者係爭取到底係應該點樣？喺咩情況底下應該用邊一環咧？任何情況之下咧，你都要有個爭取嘅心。爭取嘅心咧，永遠都要有嘅。但嗰個結果咧？是不是話可你理想咧？你就要接受個後果啦。人就你要嗰個係有啲天意噶嘛，人生。但係如果你強求有咩唔同？強求就係你冇條件去搞，咪強求咯。即係你有爭取嘅心，係有條件之下你係唔停嘅，向上進嘅心。但咧你唔去好刻意有咩效果？那個不是你的事嚟嘅，嗰個涉及你的福氣的事。如果你冇福氣咧，你做咩事都做不成啊嘛。人最緊係有福氣，即係又冇嗰個助緣俾你啊。咁啊，收福係最重要嘅。咁我哋今日大家嚟放生都係收福嘅一步啦。你有福氣咧，你做事咧到咁上下時間咧，有人出現喺你身邊，就會水到渠成，事半功倍。如果你沒有那種福氣，你想做好事都做不到的。因為你做不好事，它有個果報回應給你的嘛。你沒有福氣了，那怎麼會讓你做到一件好事呢？就是這樣。這條問題呢，就大家都會很關心的了。相信大家在公司裡頭呢，都經常都會發現身邊都很多小人的，那怎樣讓自己知道哪些是小人，哪些是貴人，怎樣可以離開啲小人，離開啲小人，親近啲貴人呢？全部搞錯了，啲人喺個觀念上全部搞錯了。逢係有小人咧，佢就成就你嘅，咁偉大？係啊，佢幫你手進步㗎。咁要多啲小人啊？係啊。貴人咧，你覺得係貴人咧，你先死噶，會讚死人噶。哇！你叻仔啊，送你一程啊，咁你會死噶。仲有小人咧，你一定係好警覺性噶嘛，咁咪成就你咯。但啲人咧就唔識利用呢種力噶，所以走寶噶。同埋好多人咧就係、是。以自我為中心，要聽啱自己聽嘅嘢啦。唔係啊，佢會篤你背脊噶嘛，啲小人。咁你冇衰嘢冇得俾人篤噶，有衰嘢你係抵俾人篤噶嘛。佢篤你，咁你咪進步咯，以後咪唔好做衰嘢咯。所以就咁要咁樣利用呢個世界。第一個問題。嗱，咁啊，有位朋友就話啦，家父年屆80，就患有呢個腎衰竭啊，腎功能得翻一成，亦都有心臟病，而家住緊醫院。佢自己選擇唔洗腎，用藥物舒緩。子女應該為佢做啲乜嘢咧？冇得為，醫生都幫佢唔到嘅。咁你啊，多啲陪下佢啦，係嘛？佢自己選擇噶嘛。另外有位朋友咧就係話啦，請問中風治療如何診斷後決定打溶血針？即如果佢診斷咗之後咧，就決定打溶血針啦，要注射3小時內，係咪由病徵開始計起嘅咧？唔係入院計起？你問翻自己醫生啦。係咯，呢啲問醫生好啲喎。係啊，又見唔到人答你唔到。咁亦都有網友就話啦，幾個月前侄女大概1歲，就開始甩頭髮喎，1歲喎。咁就醫生話免疫系統失調，冇咩辦法嘅，又冇乜辦法啦。咁而家差唔多2歲個頭頂啊，光秃秃咁滯。
咁啊，請問博士可唔可以建議一下有咩方法可以等個小朋友生翻啲頭髮咧？尤其是女仔，佢出世嗰陣就好多頭髮嘅。你要有時間嚟萬福珠寶揾我咯，要見到人先至得。啊，咁人民幣加入咗 SDR， 博士對佢睇好定係睇淡啊？炒炒。金融市場很多無形之手的，是有些人是操縱的，如果你不是專家就最好不要鬥，如果做生意的那你就跟著市場自己要對沖了，即是你不要倒個鋪換水，做生意的即一次那單你就立刻 set 了個價 lock 死了它，即不要貪賺賣換水啊，你不應該鬥，你做生意就做生意，你倒埋換水咧就危險噶啦，第一個問題。啊，寨卡病毒咧就蔓延到亞洲，據講係啲蚊被基因改造先至搞出啲咁嘅嘢，有閒咁嘅嘢出嚟嘅啫。咁我哋有冇咩特別嘅方法可以預防一下咧？你唔可以隨身帶埋個蚊機嘅喎。好啦，搞完啲蚊就有烏蠅出嚟噶啦，有啲而家世界有班人專搞呢啲嘢喎。啊，專搞添啊，仲要。係啊。是一個很很撲街冚家產的東西的，特別那些流感症都在搞你變樣，一變樣那些倉底貨的藥都賣光了，這些是促銷技術，香港無端端買6億幾元那些流行感藥是不是沒有用，賣過了期銷光了，是一個很大的霸權的陰謀來的，現在醫藥界啲醫霸藥霸係好厲害，滲透曬所有國家啲政府嘅機構，設計曬啲程式咧鎖住曬，強制性咧嚟害你個社會。但屈水得嚟害人喎。但你喐佢唔到啦，變咗咩好龐大嘅怪獸，唯有自己救自己咯。即係你改變唔到佢個制度啊，佢滲透曬，譬如話你嘅保險。一問你有現所買咧，你實叫你住一兩日院嘅，甚至無咧無端端咧就開你一刀，因為你嘅人咧就諗住自己唔使俾錢嘛，有現所俾嘛。好啦，最大件事邊度咧？個現所點解越嚟越貴咧？佢知道現所買咧，佢一路咧用啲藥咧拖長你唔死，一路 cam 你現所錢，嗰度大鑊。應該冇得醫嘅，嗰啲揾啲藥咧嚟刺激到你咧，避係死亡。因為你有現所買啊，你買嘅現所大啊嘛。最近死阿同叔，我知道成50多萬一日，喺養和咁崩崩咗好多年。我記得好似我三年前，我開咗個盤俾佢哋屋企嘅。我嗱，你俾2億美金擺律師樓，起身好似係俾1/3錢嘅啫，我係收你3/3，即係好咗先俾錢喎。嗱，你瞓喺度啊嘛，起身就幾多錢，行得咧就俾幾多錢，打得麻雀咧俾幾多錢，打翻高爾夫球咧俾幾多錢。再揾條女咧，嗰度就冇講啦。啊，嗰度冇講，因為成80多歲，就冇講話揾到條女上床咧有幾錢，嗰度冇講嘅。總之你打到高爾夫球咧，就全部收曬。咁結論翻嚟咧，我都去到佢一個好親嘅人啦。結論翻嚟咧，冇人想佢起身。哦，想佢繼續瞓落去分家產啊！世界好神奇，醫生啊唔俾你埋身喎。佢喺度 book 日日收到50多-60萬一日喎，等我哋搞佢起身，佢哋咪冇錢收啲醫生。咁又係喎，又阻住分足4年喎，幾心計啊條數。所以人係好齊上。因為嗰時我嗱你嗰啲錢咧擺律師樓，就要嚟咧買曬嗰啲百科全書咧，就全個中國嘅山區咧送曬嗰筆錢啊，嗰2億美金啊。嗰兒童百科全書啊，全個中國山區學校咧，全部送曬，好多啊，好多窮嘅學校啊嘛。
咁我嗱，你擺2億美金，你嚟做呢件事嘅，我束手以嚟。都係冇人肯制啊！冇人肯制。咁啊，都係啊！你對有朋友問啦，你對台灣嘅詞制有咩睇法？因為佢話有一啲台灣朋友對佢對佢哋個評價好壞不一。逢係一個機構搞到咁大咧，就出事噶啦！一搞大一定有陽壽不齊嘅，一有錢啊嗰啲基金會。所以我哋阿龍基金咧做事咧就埋班嘅。做完咧就散場，冇錢留低嘅。譬如我呢個工作要用500萬，咁咪整500萬翻嚟做曬，咪收工。你一有錢積聚喺度咧，就問題就嚟噶啦。但我國際式嘅文化中心就我自己一黨專政啊嘛，我擺曬啲物業喺度收緊租嘅，啊咁啊變咗就容易處理。但如果你將來錢多咧，都係問題。呢個係嗰啲慈善機構嘅隱憂嚟。搞好多小圈子啊嘛！嗱，咁啊，多霞有位小朋友問補問你一啲嘢嘅，頭先個紅繩儀式裏頭咧，如果條紅即係橋嗰陣咧，一路都係唔俾條紅繩落地噶嘛，如果跌咗落地會點啊？冇問題嘅，冇問題。哦，咁但係點解又要俾佢跌落地咧？點解俾佢跌落地啊？即係嗰條繩點解一路又唔俾佢跌到笪地咧？咁你咪特登整爛渣佢噶嘛？即係有機會，即係乾淨嘅，你又唔搞，特登要掟條繩落地整爛渣佢，你講有咩好處咧？係咪？小心就另一樣嘢啦。啊！你咪有意整污穢㗎。嗱，咁啊，請你指點日常生活中點培養出可以感動到國家高級官員嘅誠意喎？你感動自己先難好過啦，你感動你屋企人都唔容易啦。同埋你要大家明白喎，一個國家嘅領袖睇嘅事咧，同你做一個省長睇嘅事嘢咧係唔同的。你做一個城市仔嘅一把手，同一個省長嘅一把手咧睇嘅事嘢都唔同的，即係你嗰個企嘅層次都唔同的。嗱，咁啊，阿多霞。行運中的對頭人想嚟搶我的祖業同家產，有咩方法應付我？咩行運中啊？即係佢個對頭人行緊運嘅，就想嚟搶佢嘅祖業同埋家產，有咩辦法應付？用咩方法搶啊？搶唔到嘅喎。佢冇講啊，又唔係搶我嘅，我都冇。冇講即係廢問啦。第二個問題。嗱，咁啊，多霞。人的姓名和命運的關係大不大呢？有影響，因為如果你特登改個衰名咧，就嗌嗌下咧，自己都衰噶啦。但係以前好多人好興叫個乳名叫阿媽話狗嘅喎，話容易養大喎。咁你唔係你控制噶嘛？咁到你成長，你咪唔用咯。哦，改個名啦。但好啦，如果你認為改個名咧會帶嚟好運咧，呢個又迷信嘅喎。啊，又到迷信。有迷信。個關係到底係點咧？最重要你係忠誠咯。但以前古代起名咧就好有好講究噶，有學問，有學問嘅。根據你嘅祖上啊，你嘅出身啊，即係睇到你嗰個家庭咧有冇學問嘅，有啲意思嘅，但係就唔係影響到命運嘅。即係有個好嘅祝福寓意咁樣咁上緊啦，多數都係。亦都有朋友就問，因為而家喺監房坐緊監，都有人叫李嘉誠噶嘛。有，唔係咯，冇意思噶，唔係。睇個名，睇個問題。啊，咁啊，出世間法同入世間法在生活中點樣運用咧？係你自己諗出嚟咯。諗出嚟？係啊。咁啊，唔係係寫喺啲經書度有咁講嘅咩？嗰啲係吹水噶嘛？又吹水。係啊。咁我哋應該用套乜法咧？做少啲嘢咯。咁好？係啊，做少啲嘢，簡單啲，咁你就安樂噶啦。唔好分得咁清啊！世間分得清咧，你唔開心嘅。哦。咁亦都有朋友問啦，佛經嘅咒應該點念先至會有相應同埋有功效喎？個個都喺度讀佛經咁樣，大家都想有。
有效力的，不想白念口往白念的，要找要拜师的，又是要有师承。咁而家佢又系要自动个结个缘法到嘅时候先至有好嘅师承啊！仲有啲学问咧，一定有专家嘅。你就算你学书法、学画画，都有基本功噶嘛。就算你唔好话练奏啦，你唱歌啦都有师傅噶嘛，系咪？冇错。所以呢個一定要有師承嘅。咁話你揾唔揾到個好師傅，或者級數好唔好嘅師傅，又講你嘅命水啦。咁啊，阿多卡可唔可以講下有關大禮拜呢種生活？喺我哋以前如果你學英文，喺我哋嗰代嘅人咧，好多學嗰叫通勝英文啊嘛。哦，係啊，通勝上面啲英文好正啊，笑到。用廣東話拼英文嘅，好有趣嘅。我哋年輕咪學通勝英文咯。你哋是尖頭萬啊嘛嗰啲。咁如果你練奏，你跟著個嘅唔係咁正統嘅人嘅學，咁你咪練咗啲真係自己都唔知咩奏咯，搞錯曬。奏咗人啊！一樣啫嘛。咁啊，多霞，可唔可以講一講有關大禮拜呢種修行方式嘅重點，同埋佢個本呢種修行方式本身係咪錯誤咁奇怪呢、這個問題？在西藏人練功咧，佢嗰個四家人之一咧係冇錯嘅。西藏人，因為嗰個地方咧叫邊地，邊地咧就喺地球上咧，喺啲好貧瘠啊、落後嘅人咧，係邊緣嘅人嚟，唔適宜人生存嘅地方出世嘅人，嗰叫邊地。咁啊，邊地嘅人咧話佢突然間喺度喺。你嚟個地球出世咁唔好彩咧，你都去咗一個咁貧瘠嘅地方出世咧，就你個命運咧係唔好嘅人，即係你嘅先天嘅 DNA 咧係曳嘅人、低檔嘅人，就喺嗰個地方出世啦。咁呢種人咧就要用特別嘅方法，咁佢係蠢喎，又無明喎，又鈍喎。智商又比較低喎，咁古代嗰啲大儒家師咧，呢個喺印度傳過去嘅，就知道個人體咧，嗰個中樞神經咧，佢咁多障礙咧，就令嗰個大禮拜功咧，會將個中樞神經咧係推翻鬆嘅。佢推翻鬆之後咧，就將佢喺入胎嗰陣時嗰種障礙咧，令佢個大腦神經咧更加活躍嘅。因為佢要個大腦神經啟發咗咧，先可以學得嗰啲經教咁啊。咁咪咧，你教啲師傅收個徒弟咧，教極都教唔醒嘅。所以呢種係一個手段嚟嘅，係西藏人。但係如果你係漢土嘅人咧，就冇呢種弊端嘅，因為你係個命運比較好，啊喺漢土人嘅地方出世。好啊，但係如果啲漢土嘅人，去學呢啲邊地嘅人嘅嘢係冇壞嘅，但又冇咩特別好嘅，即係等於話你無端端你而家讀緊大學，你使報名讀啊小學，咁冇人阻止你噶，有人收你咪得咯，係咪？你大學生即係再報名去第二個城市讀小學，冇人理你噶，你讀啲成年班都冇人理你噶。以前我朋友好怪添，喺美國讀完書翻嚟碩士。他就報名的英文夜校啊，即係溝女啊，個目的唔一樣嘛。讀牙聽嘅牙聽啊，你真係唔得去死啊，係咪？冇人阻止你嘅。咁佢要 A boy and A girl。所以我哋咧又唔阻止人咧走去搞啲蠢嘅嘢嘅。但如果我話俾譬如話有啲學生，我叫你練下大禮拜咧，唔恭喜嘅。我咪成叫人練大禮拜㗎，有啲我叫佢練咧就唔恭喜嘅。即係你身體咧有缺陷，或者你個頭腦咧比較人頭豬腦，就唔該你搞搞。人頭豬腦又要大禮拜可以改善。或者你個中樞神經咧有毛病，有障礙啊，咁咧就可以靠呢個瑜伽功咧
就收翻正佢嘅。但如果你方法唔正確咧，就有反效果添。一定要你諗住啊，練多啲咧，成仙咧又有反效果，係一種方法嚟嘅。第一個問題。嗱，咁啊 ，Doctor， 你講過啦，嗰陣當時印度傳入中國有好多假經啦，咁到底邊啲係流嘅，邊啲係堅嘅，同埋呢種情況係咪喺西藏都會有出現咧？西藏仲假啦。啊，仲假添。傳人哋傳真派去傳假派啊！因為歷史背景嘛，逢係嚟中國嘅梵經咧、梵文嘅經咧，都係假經嚟。用梵文嘅經文帶嚟中國翻譯嘅版本咧，就係假經嚟。後人嘅偽造嘅，但佢又假唔曬，又要砂糖溝砂。有執啲，即係逢係翻版嘢嘅，有真有假撈亂，有真有假㗎啦。咁你先至大件事嘛。但係佢一個重要嘅見地嗰度咧係錯咗，所以好多人咧就係信教咧信到神神鬼唔鬼㗎。就算你耶穌教啲經都大鑊㗎，一樣好多，一樣好多係流料㗎嘛。因為逢係一個學問咧，一個歷史源流發展咧，好多人。穿作附會嘅流派越多越多砂糖溝砂嘅嘢出嚟啦。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做研究咧，就唔關你事咯。我希望啲人咧就搞掂個家庭先去香港，因為咧你就浪費啲光陰咯。呢個唔係你研究嘅範圍嘅，對你冇用嘅。即係你話有智慧人都話你嘅切身問題啊，邊樣重要？你係做咗一樣先。咁就係呢個切身問題啦。咁就唔好浪費時間。阿多提，我哋個個都受業力所縛啦。咁樣有冇方法可以解到呢個束縛咧？譬如係讀多啲祝福文啊，做多啲布施啊之類，有冇效果咧？你唔做嘢咪咩事都冇咯？唔做嘢有唔做嘢？唔做嘢。喂，咁樣布施啊、祝福啊嗰啲，讀祝福文嗰啲唔使啊？唔做嘢啊！你可以唔做嘢噶。你諗下點樣可以唔做嘢生存到咧？你就明噶啦。哦，咁呢個好難喎。有啲人做到亂曬，仲做多咗噶。唔做嘢可以生存呢樣嘢，好高難度，我都要學，好好地學習下。你諗學唔做嘢咧就得啦。哦。因為你唔做嘢咧，你就冇咁多嗰啲引嚟俾你嘅衝擊噶嘛，又少見啲人。有冇煩惱？係咪？又少搞啲無謂嘅嘢，有冇煩惱？又少咗阿松介紹嚟叫你搞啲生意又蝕本，係唔做嘢好聰明。好高難度㗎！但點樣難度高㗎？你諗到你唔做嘢點樣有錢咧？呢個先厲害啊嘛！要喺呢個方向行，要喺呢度着手嘅。我係由40歲開始咧，係一路搞唔做嘢有錢嘅，係不容易噶。唔做嘢而有做嘢效果同埋有錢嘅，第二個問題。咁既然又真經又假經啦，咁啊，當下你對漢土禪宗同埋達摩傳入中土嘅靈家經六卷有乜睇法喎？我都唔明佢寫乜。我又不知道有沒有達摩來過中國，有歷史未斷定有個達摩來中國的，可能有很多個達摩來中國的，我想統稱那些阿叉就是達摩的嘛，大件事。因為據我所知呢，是由明末先開始有達摩這個文字出現而已，少林寺明末之前沒有提達摩這個人的歷史。我知道這麼多了，所以你問這些東西呢，我未考究到的。明末之前在少林寺的歷史上記載，在文字的記載未出現有達摩這個名字。第二個問題。那Doctor，你對因果這件事怎麼看法？就是用緊咯，最好用因果的力咯。怎樣用呢？我們只是看到的，即是看到已經很厲害了，那怎麼用不到它呢？用到咁啊，對人對事啊，咁你如是因如是果啊，咁你相
睇音明確比較好啲咯，比較深嘅，比較清晰一啲。即係計好多層嘅反射，同埋判斷呢件你眼前嘅事咧係咪正確嘅。因為好多睇落去正確嘅事都唔一定係咯。投資係最犀利啦，即係話你睇到啊呢、這個財政部長出嚟講嘢咧係假嘅，佢隱藏咗一種動機嘅，咁你就犀利啦。呢、這個比較深奧嘅學問。第一個問題。嗱，咁啊，當下有朋友問啦，啊，請問六和點解喎？六和喺係嗰啲和尚廟入邊嘅行嚟嘅，一上網就 search 到噶啦。第二個問題。咁啊，當下你打呢六和兩個字喺個手機度一撳落去有噶啦，係寺廟用嘅，出家人用嘅。第二個問題。你嘅養心之道係乜嘢喎？食少啲嘢咯。睡少啲覺咯，啊又瞓少啲覺，係啊，唔係瞓多啲覺，唔係瞓夠嘅，瞓足八小時嘅咩？全部搞錯，最緊熟睡，唔熟睡咧你冇用。你問我啲學生啊，四五點都仲收到資訊㗎。阿爹哋係咪啊？佢話一點就收到，四點有時收到，六點就收到，你又有人聽法。我要問你，好似同人傾到成七點。問下 Peter 仔最清楚㗎啦。阿 Peter 仔、阿爹哋仔兩個最清楚啊！阿 Peter 最清楚啦，最好要瞓止午覺，特別希望大家教啲爸爸媽媽啦，十二點鐘到一點鐘嗰時瞓十分鐘，如果夜晚咧你由十一點零鐘瞓咧就瞓唔好超過半個鐘頭。十五分鐘咧頂到六個鐘頭，日頭咧就十五分鐘咧頂到三個鐘頭，好犀利喎！嗰、那個叫子午覺，即係子午時嘅休息。嗱，咁啊，亦都呢個好多長者有問題，有嘅問題啦，因為好多長者咧風雨嚟之前咧都啲關節特別酸痛，好似天文台咁樣嘅。咁啊，當下點解會咁嘅咧？嚟馬福珠寶咯，揾嗰啲學生幫你通翻佢咯。啊，壓下木方。啊，我哋嗰個 Fida 嘅醫術咧係幫到人。啊，有一條題目咧就係咁講嘅，初一對男士，十五對女士，身心有啲乜嘢影響喎？呢個我唔識。初一十五。唔識啊！你話子午流注對人體嗰啲另類咧，我就知道。即係我時辰對我身體嗰啲位置，呢啲唔知，呢啲問翻佢話俾你聽嘅人。啊，問翻佢邊一個同佢講起呢樣嘢嘅人啊？問翻佢轉頭係咩回事？係啊。嗱，咁啊，亦都係補充翻頭先我哋放生嘅事嘅。咁啊，有網友啱啱就見到咧，我一頭放生，二頭有漁船落網，有冇辦法可以阻止我？唔關你事啊，係嗰啲魚嘅命運啊！你搞掂自己放咗就算了。你要諗埋呢啲咧，你就煩惱噶啦。佢只能俾人捉埋呢個拖埋佢嘅事啊，唔關你事。就正在喺度講緊簡單生，簡單啲做人，唔使咁複雜啦。嗰條魚都算抵死啦，俾人放咗咁，一轉頭個個捉唔到，捉到佢咁啊，佢命運嚟嘅，係咪啊？係咪啊？唔關你事啊！你唔可以諗咁多，你煩我。咁啊，阿多塔問題問曬啦，咁係咪需要功德回向咧？係啊，回向功德。回向功德嘅理由咧，好簡單嘅，因為啲人咧就個因果力嚟自你嘅行為嘅反射。咁啊，每一個人嘅行為咧，都有佢一種力咧藏喺個宇宙嗰度嘅，咁啊嗰個喺宇宙啲震源咧就話有正面嘅力量，有負面嘅力量，即係俗稱咧就話有正能量，有負能量，即係負面嘅 energy 啦，正面嘅 energy 啦。我哋講好啲咧，有好嘅氣場或者壞嘅氣場。咁我哋今日嘅行為咧都係善意嘅。咁我哋點樣將呢個善意嘅行為嘅力量咧，
會唔見咗咧？人世間好多人做好事嘅喎，但係做完好事之後咧，佢就冇一個程式咧，將呢個好事嘅信號咧係永恆擺咗喺個宇宙度喎。變咗佢人生咧就有起落啦。哦，好嘅嘢報完之後，就到壞嘅嘢出現，不停咯，有人生有高低起跌咯。我但係如果你識得將呢件好事嘅行為放翻入個宇宙個中心度，唔失嘅，唔會消失嘅，咁你永遠嗰種力都喺度咯。咁我哋而家做呢個動作咧，就係將大家今日做嘅好事咧，係擺翻入個宇宙嘅核心嗰度，藏喺度唔失嘅。咁啊，最簡單舉個例咧，就話你擺杯水咧，好容易冇咗又蒸發咗。如果你將杯水咧倒落咗個海洋嗰度咧，你嗰杯水咧永遠喺嗰個海洋度，唔會唔冇咗嘅。我哋今日將我哋做嘅行為，好的行為，將這種信號呢放回在個法界那裡，即是放回個宇宙那裡。那用什麼方法放下去呢？你水就可以倒到海裡，就用我們的心靈力量，就加上我那個聲波，即是我當然有我們的一點點的方法，大家就不用你想著，我今天有好事放回在宇宙那裡，跟所有宇宙的人分享，那就可以了。佢等於杯水倒咗落海度，咁咧就今日嘅好事咧就留得低喺度，喺個宇宙度咧唔失嘅。咁我用我嘅咒音咧就帶咗呢個息路咧，係入咗喺個宇宙嘅空間，係用個聲波擺入去。咁啊，大家集中下精神啊，就將我哋今日做嘅好事咧，同所有宇宙嘅生命分享，啊，持續不斷。耶达吽嘛木嘎比鲁扎拉玛哈木拉拉玛利布达玛扎哇布拉达吽吽嘛木嘎比鲁扎拉玛哈木拉拉玛利布达玛扎哇布拉达吽吽嘛木嘎比鲁扎拉玛哈木拉拉玛利布达玛扎哇布拉达吽。好，今日嘅祝福大会咧就完毕啦。咁啊，第二年嘅啲正月我哋都有嘅，我哋每两次正月，仲有啲嘢要汇报一下嘅。多謝大家的善款啊！報一個數字，港幣和其他的貨幣咧合算之後咧，係收集到95,687元，係減去咧我哋買生物的支出89,183元啦，係餘下咗6,504元。多謝各位善長人翁，餘下嘅善款我哋會再其他嘅善。慈善用途嘅，多謝大家。做手指要嚟做嗰啲我哋嗰啲電影嘅手指啊！我哋而家唔用光碟啊，原來光碟咧有啲用機咧，啲機又唔夠新潮，又開唔到睇。有電腦咧，佢又話睇得冇咁好。我而家做咗手指啊！依家國輝做啲咩手指？就快啊！我哋已經做緊嘅。咁啲錢咧，我哋都有人捐錢咧，我哋做嗰個電影嘅手指，一拆個電視機就睇到噶啦。好吧，啊？英文有記住啲小朋友啊，有人寫嗰啲文章啊，係啊，好多獎品啊，好多嗰啲翡翠獎品啊。咁啊，多謝曬大家今日嚟臨參與呢個2016年國慶日嘅放生。咁咧今日嘅節目咧到現在為止咧已經係結束啦。咁船咧隨隨咁樣咧駛翻去北角碼頭。咁大家等到站嘅時候咧，到咗碼頭就可以落船。但係請你哋攜同班你哋帶嚟嘅物品，唔好留咗你私人物品喺度，同埋老人家同小孩要小心參扶。多謝大家參加，希望下一次再見到大家，多謝曬。